哎，我在这儿呢。这个花絮。现在扎两个小辫。一次零。我们后面都猜出来了，都不能猜。认识吧？我又应该。有胜算不？应该有。应该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咱也是年轻人。你输了我也就没压力了。好，准备。开始，三二一。 张一山吧，定向了，对，基本上就定向了。你看他这个表情，你看张一山小时候这种不可一世，我刚刚又觉得有点像邓超。巩俐娜老师。